大家好，我是阿阳，我要去我朋友家里面，我女儿要跟着。我女儿刚才跟我说，她爸爸，你每次去你朋友家里面，你为啥不带着我呀？她说我不想和姥姥在一起，我想和你一起去。我今天去我朋友家，带着我的女儿，让我女儿和我一块儿去。好了，车马上来了，我们要走了。我女儿一直盯着那个车，我女儿说那个车过来了，过来了，过来没有？过来了。哎呀，过来了，过来了。你揉眼睛干嘛？想睡觉了？哎呀，你看我女儿的眼，回国之后必须要给她看一下。现在坐上车了，平时我自己都是坐摩托车，坐摩托车特别特别的热。今天我女儿跟着，然后就叫了一个网约车，这个车是一个卡罗拉，有空调。我自己热一点都没事，但是我女儿不行，不能让我女儿跟着我就是这么热。所以今天我去，今天去不送货，啥也不搞，就是单纯的就是去玩儿。我女儿跟我说，爸爸，我也想去你朋友家，你每次去朋友家你都不带我，然后就是说我不想和姥姥在一起，我想和你在一起。不是的。什么？是的。不是不是，那不是的。是的。那是不能提舅舅的名字，好不好？对，不能提舅舅的名字，那是舅舅。他看到我大舅哥了，我大舅哥开着那个摩托三轮在那里拉人呢，然后他就说：“哎，一万零，都提给提给。”啊，我跟司机说，我要从这边借一点，他说他要到那边去加点油。现在在我朋友家里面了，刚刚在我朋友那里，他吃了一盒那个八宝粥，一盒没有吃完，怎么了？好，呀。刚才他看到有一摔炮，他在指了指，我朋友给他拿下来了。那盒八宝粥吃了有差不多五分之三吧。这个摔炮之前是我朋友卖的，过年的时候，屋里面有空调，开着空调呢。我跟我女儿说在屋里面玩呢，我女儿非要拿这个摔炮，她说我要到外面去摔这个摔炮。看我女儿看到这个火腿肠了，你要吃这个？哎呀。爸爸给你买一包好不好？好不好？爸爸给你买一包。那是啥呀？不知道。这个以前我带我女儿来过。爸爸给你拿一包好不好？买一包好不好？走，咱们去付钱，走。哎，高兴了。哎呀，刚才我朋友跟我说，他说这个不让吃，还不要让小孩子吃，过期了。而这个过期了，这两天那就准备扔掉了，还没扔呢。对，这个辣，这泡面这些都没过期，这些是前两天刚到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那个不吃啊。上面还有瓜子儿、花生米，还有这个藕、脆藕，还有这个杨梅。这个不能吃，伯伯说了这个不能吃了。我女儿饿了非要吃泡面，看到泡面了。我朋友在这屋里面打牌呢，和我那另外那几个朋友，他们在那里娱乐娱乐，打麻将，打着玩儿，没事干。他们几个现在什么肉肉？这里面有没有肉肉？没有啊。好吃吧。刚刚我给我朋友钱，我朋友不要，这给了他1000不要，然后我就直接放在那桌子上面了。我跟他说了，我女儿自己在这吃这个泡面呢，我喂他，他不让。刚刚我喂他就吃了两口，不吃了。那这地方没辣椒。辣椒啊，他说我喂他的有辣椒，他不吃，他要自己吃，自己吃的没有辣椒。那个酱包料我只放了一点点，很少，放了一点点，就是那个油脂滴出来了几滴。我女儿说辣辣辣，非要自己吃，他吃的挺香的。他自己刚才我朋友出来又让他们家的这个工人佣人让他去给我女儿买的这个冰激凌。他在屋里面就是和他和我那几个朋友在玩麻将，在那玩呢。他让我女儿很长时间不来一次，刚才在那里吃泡面，然后吃那个雪米饼，现在又吃这个冰激凌。我女儿来到这里吃了很多东西了，刚才坐在这里吃这个花生呢。从我朋友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不想回来，因为在我朋友家的时候我没有拍我那几个朋友，他们在那里就是娱乐，因为在那上面我没有办法进去拍呀。我女儿在那里刚开始说跟她说回家吧，她不回，她说他们家凉快有空调。哎呀，我女儿趴在这地上了，她地上脏，站起来，站起来，快快点站起来上屋里面。哎，
不听话是吧？他在我朋友家又吃又喝的，刚开始去的时候吃那个八宝粥，最后吃那个雪米饼，又在那里吃那个花生，最后说他们家凉快有空调，不想回来，到最后慢慢哄着他才回来，再不回来不行了，天黑了。我女儿刚才捡了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是啥东西，往嘴里面吃呢，我给她拿回来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站起来，一回家来不高兴了，她不想回到家里面来，她想在我朋友家那边玩。哎呀，让我女儿睡觉呢，我女儿不睡，她非要在这里玩，哄她她也不睡。什么？开灯了呀，爸爸已经把灯打开了。开灯了，开灯了，爸爸已经把灯打开了。咱们睡觉好不好？好不好？啊？啊，好，开了，开了。现在要哄我女儿睡觉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我是阿阳。